嗨，沙巴。Hi Karen，Hello，Hello，Karen 姐姐好。嗨，Hi Karen，欢迎，嗨，你欢好。迎卡文。我的好，Nick 不理你。Karen 学长，9点钟到了，今好，天我们请谢谢。纪政学长慈悲导读。那好的。同学先帮各位学长关静音，等一下，等纪政学长准备好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开始。安静音。弥勒救苦真经，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士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悟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宗序，混元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任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拴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是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天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紧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生儿得安宁。北方征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烙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宗，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两遍得超生。
十念三遍神鬼怕，往两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。太上老君说常清净经，老君曰道道无形，身育天地，大道无情，运行日月，大道无名，长养万物，无不知其名，强名曰道，无道者有清有浊，有动有静，天清地浊，天动地静，男清女浊，男动女静，降本流末，而生万物。清者浊之源，动者静之基，人能常清净，天地悉皆归。夫人神好清，而心扰之，人心好静，而欲牵之，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静，成其心而神自清，自然六欲不生，三毒消灭，所以不能者，唯心未成，欲未遣也。能遣之者，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，外观其行，行无其行，远观其物，物无其物，三者即无，唯见于空，观空亦空，空无所空，所空即无，无无亦无，无无即无，湛然常寂，寂无所寂，欲起能生，欲寂不生，即是真境，真常应物，真常得性，常应常净，常清净矣。如此清净，见入真道，即入真道，名为得道。虽名得道，实无所得，为化众生，名为得道。能悟之者，可传圣道。老君曰，上士无争，下士好争，上德不得，下德执得，执着之者，不明道德。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，唯有妄心。既有妄心，即惊其神，既惊其神，即着万物，既着万物，即生贪求，既生贪求，即是烦恼，烦恼妄想，忧苦身心，便遭着入，流浪生死，长沉苦海，永失真道。真常之道，悟者自得，得悟道者，常清净矣。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色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，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
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咒，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愿将此诵经功德，恳请上天恩典，弥勒祖师愿力加披，回向法界众生，使新冠状肺炎病毒疫情消弭，众生平安，众生平安，学长大家平安，感恩，谢谢大家，保重，大家保重，平安，大家平安，大家要保重。再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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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